昨天的北分署的霸凌案的调查记者会，哈，不但没有厘清真相，而且是让这把火越烧越大。因为这是一份前后矛盾、逻辑不通、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请你先看简报。你们这调查报告明确的写出谢宜容分署长有大声咆哮、怒骂或贬低同仁行为，还导致多人求助身心科。他在下班或假日要求回讯息，如果没有及时回复，会遭责问。接到关于自身的检举案，他竟然要是知道检举人是谁，对于工作不满意的同仁就进行排挤，甚至要求员工在上班时间去参加这个跑路活动，压缩同事的工作时间。还有退下那个属下的公文的时候，他就不断的面伤，但是都不给明确的指示，而且言语间夹带贬低。部长，如果这是你，你会觉得是霸凌吗？请回答是不是霸凌？当然，霸凌的感觉。当然，好，我们也承认这是霸凌。好，我们在报告里也承认这是霸凌。部长，来，我继续来哈。劳动部治安署，你刚刚说内部这个常见的这个不法侵害，你刚刚提到都是适用这个劳工的，不适用公务员。但我觉得基本上保护人民的精神跟原则是一样的哈。这个他在内部组织常见的不法侵害哈，有五点哈，其中你的报告里面就自己写出了三点，好，咆哮辱骂，找出检举人，要检举自己的人。要求过高，因为退文又不给明确的这个指示，赋予不必要工作，要人家上班时间去跑步，以谢分署长的行为绝对是霸凌。好，但是非常荒谬的哈，调查报告明明列出了一大堆谢分署长长久以来的职场霸凌行为，但对于这件亲身个案却说无法证明该员工有遭受长官的职场霸凌。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？你根据这个调查的事实也推不出这样的结论啊？难道谢分署长霸凌的对象很多很多人，就是唯独没有这个亲生的这个员工吗？我跟委员报告，确实是如此。他部长，你不要再，你暂时先停下来。你昨天在记者会上竟然说同仁有职场霸凌的感受，但这不是造成同仁选择结束生命的直接原因，部长。你能够，这是件事是你能断定的吗？你是剪掉还是法官还是心理师？我认为没有水落石出之前，部长你做这样定调，说员工不是因为受霸凌而轻生了，非常的不恰当。部长，劳动部不要你重启调查，我只要你重写报告。你根据调查的事实写出的报告是不符合的，我要求三天内重写一份报告回来，根据事实就好，不用重。